Cái này là bo này. Chú ơi cho con một cái chả trứng nữa. Đúng rồi. Chả nóng. Cái nước là nước gì chú? Cảm ơn chú. Xin chào. Hôm nay là của khai sử工作了，然后久了没有工作，然后我来我的新的办公室。啊，今天很开心，特别开心，因为我可以认识好多人，然后这次公司也是很多人比较好嘛，然后新工作也有好多的东西很有意思，我就觉得很喜欢，也感觉哦很多东西嘛还没知道的。然后大家就很热情欢迎我，然后呢，我下课的时候就带两个妹妹一起去吃水塘，加一个特别的东西，这里是我们西贡传统的东西，其实很有名的，以前的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但是这个地点可以。应该要是很有名的，然后来吃一个水塘啊，因为今天很幸运，所以我选一个是长豆啊，不对，红豆的。哎，还有一个很特别，那个是吃啊，是淡茶的，以前也吃过了。还有很开心，因为今天我做最后一次那个给Gander，然后好多的新闻就登我的报纸嘛，然后就感觉好开心，因为今天呢是Gander在日本就过了，我就感觉今天很红，因为好多报纸提他的，因为我感觉好开心呢。然后我 email 给他，然后他就跟我做一样啊，那个我的想法，你很开心啊，跟阿里亚多，为什么不开心啊？但我今天觉得跟的阿姨 is not from Miss right。Tự nhiên hôm nay hả, vừa nói tiếng Nhật vừa nói tiếng Anh vừa nói tiếng Hoa như là một con điên vậy, nhưng mà cũng rất là muốn khen. Em cảm ơn anh.